大家好，我是中国信托个人金融总处总处长杨淑慧。因应高龄以及少子化的趋势，中国信托长期致力于家庭理财以及退休规划的议题。今年我们再度启动了家庭理财大调查，从调查中发现，只有50%的民众在做家庭理财的时候有明确的目标，另外也只有30%的民众有做退休规划，显示大家都忽视了家庭理财以及退休规划的重要性。为了提高大家的重视，中国信托进行一场实验，我们邀请您来看看。现在，请大家依照自己的家庭理财规划比例，自由地搭配10颗不同颜色的气球。恭喜你们已经退休了，不过生活还是要继续。接着，我们恭喜有投资的朋友获利了。看到别人可以增加气球，我只能放掉，我感觉很可怕。但家人突然生病，发生了意外。我没有想到，这么快就花到医疗费。这时孩子希望你资助他房贷投期款。最后，如果已经没有黄色气球的人，也许是你准备的还不够。只是存钱呢还是不够，气球总有放完的一天。事先做好退休规划和准备，退休后才不会担心一直消耗。每个人走在不一样的生命风景，除了自己也想好好照顾家人，提早准备，聪明规划，专款专用，让你及家人的退休生活可以更加安心。